福相救人，我是小郑，今天和大家分享金桔挂果期的养护。这个呢是小郑养护的金桔盆栽。那去年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时候还是一个小的瓦罐盆，今年春天移栽了之后呢，它已经长大了很多。金桔啊，它是一年能开花多次结果多次的果树盆栽，但是春天这场花是最多的，那也就是说六到七月份啊，这次结的果实呢也是最多的一次。像小郑的枝头上啊，这些果实已经慢慢的长大了，这时候呢果期的养护就很重要，要注意养护啊，避免掉果，否则呢就容易功亏一篑。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，夏天温度高，但是金桔这种果树类也不需要给它遮阴养护了，足够的光照能让我们的果实长得更大更甜。那足够的光照也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要给够水分。夏季温度高，一般每天我们都需要给这个盆栽浇水，盆土过干呢容易导致掉果，但是夏天雨水也是比较多的，如果我们碰上连续的雨季，要注意呢及时给这个盆栽排水，以免积水啊导致它烂根掉果。夏季呢给金桔施肥也是需要注意的，一般温度高，复合肥我们不容易掌握，我们呢可以在盆土表面给它来一点缓释肥，等进入秋天之后再正常的施肥就可以了。最后要注意的就是病虫害了，金桔最常见的虫害就是柑橘凤蝶幼虫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青虫。这种青虫小时候呢就像一颗老鼠屎一样附在这个叶子的表面，长大了慢慢的蜕变成青虫，它一般呢躲在这个叶子和枝干上，平时啊就是啃食这个叶子为生。像小郑的这个叶子呢就是典型啊被青虫吃过的样子。我们平时呢用橘子类的药物啊来杀死它，如果不是很多也可以见一条就活捉一条。那这类药物啊针对我们平时常见的菜青虫啊、小菜蛾啊、食青虫等等都是有不错的效果的，我们购买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品牌使用不同的比例来喷施它。今天呢关于这个金